那姐姐，你看过《漂亮节目》吗？没有。你完全没有看过？你听说过吗？没有。哦，你听说过李诞这个人吗？没有。哎，把掌声送给这位好吗？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新鲜人，真的，我都有些老观众都下面可以背出来了，然后建模是吧？谁那谁谁谁的我都知道，什么观众的都知道，对，内蒙，哎，内蒙，我跟你说，都知道，都看腻了，我就想这种新鲜观众啊。那你看过，你有喜欢的喜剧类的演出？你看过相声吗？没有。这位姐姐，姐姐你有娱乐活动吗？没有。打麻将。当然算了。那姐姐，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，就是你有对象吗？哦，你对象在哪儿？在美国。哦，姐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，就是呀。我要在那边认识的，就是你们这种中国的这种 comedy 不懂，就是。感觉姐姐太酷了，姐姐你在中国住很久了吗？还是你其实是搬过来之类的？因为你讲话的确是有点口音。回来一年了 ，OK。觉得中国哪有一样觉得最 fancy， 就是最 nice， 最 nice， 你的妹妹是最 nice 最 fancy 的东西。对 ，Yeah，OK，Cool。Let's give a applause for that。你是看过美国的那种 stand up 吗？看过啊。你觉得国内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啊。